今天打包了一天都没有把货发完，然后还有这么多五花肉还有香肠没有发完，阿姨他们已经把肉全部收回来了。坐这里干嘛嘞？你们在等什么？等我周姐做饭。来，哎呀，来了来了，小心烫。我去，看到没有，海鲜粥里面有虾。哎，看一下我周姐，哎呀，辛苦我周姐了。周妈妈做了什么好吃的呀？老姐你闻到香味了是吗？嗯，海鲜三层。哇，三层海鲜啊，现在可以揭开吗？哇，这是鲍鱼哎。看一下我们今晚还有大餐可以吃了，你要炒什么菜吗？再炒个青菜就 OK 了。哦，再炒个青菜，好的嘞。你看我周妈妈一来我家就是周大厨。您太忙了吧，辛苦了，今天也辛苦燕姐了。没有，看燕姐来我家吃肉，这个肉吃的不容易啊，她还要帮忙干活。妈，我们要吃饭了，看一下周姐做了什么好吃的。这个是生蚝、鲍鱼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个大盘海，这中午剩的菜热了一下，炖的排骨高一点，然后这个是特色，就是我周姐做的海鲜粥。哎呦，我都流口水了，里面有牛肉跟虾。哎呦，我说开动吧。周姐去洗杯子了，燕姐去拿酒了，咱们去看看燕姐车里面居然还有泡酒。哎呦我去，我觉得真的出行一定要开房车，我现在是很后悔买我这个坦克300了，虽然它也很香，但是出去旅行的话还是房车比较给力，放的东西多呀，而且它这个房车一点都不贵。哇，你泡了什么呀？木瓜枸杞。木瓜枸杞就是糯米红的，我们自己卖的那个枸杞。木瓜也可以泡酒吗？嗯。哇，你还喝酒啊？我不喝，只是泡着玩。泡着玩喝，有时候偶尔喝一点。这个颜色绝了。拿稳了。啊，就给我来，就给我拿稳了。哎呀，漂亮啊！等你杯子洗过来，人家饭都吃完了，洗了半天的杯子，我们不喝，就舅爷一个人喝。来，拿高脚杯。你帮我来一点，我陪你来一点。哦，好的，试一下。你还喝我一点点的，你还会喝白酒啊，厉害了，一点就可以了。要不要用这个颜色到处还挺好看的，黄色的。对，周姐来一点。这是王温暖那个对，我们卖的糯米红的，卖的糯米红的枸杞。周姐这个粥绝了，跟你讲，里面有牛肉有虾，真的超好喝的，超级香，比饭店里卖的都好吃。真的真的吗？真的绝了，周姐，真的给你点个大大的赞，是吧？是的。就是菜有点咸了，不过粥很好啊。从做饭就能看出来，周姐是个特别照顾别人的人，因为她怕我们吃不习惯，所以加重了口味。其实不用，做你自己的口味就行了，什么都可以。看，她想给别人夹菜来着，快你自己多吃点啊，周姐，你不要管我们。自己多吃点。人家就跟半瓶酒都喝完了，你还没有喝。